非常开心韩市长会出席前代会，我们的信念都是一致性的。非常开心韩市长会出席前代会，我们都是守护中华民国爱这块土地的所有人，我们的信念都是一致性的。他包括徐小新啊，还有今天还有蔡正元都要上民众党的节目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好像不太好。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言论啊，我希望党内可以约束这些党的有党籍的这些党员啊，是不是要在上有党的这个节目上之前可以先通知一下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团结在一起啊，面对所有外面的风风雨，最终我们还是同一个党，有共同的信念以及价值，我们一起共同的承担跟面对。你支持党纪来处理？面对这些事情，我相信大家心中都会守着我们自己的承诺，勇敢的守护中华民国，来为我们国家能够和平。我们来把握时间哦。市长，我们看赖清德赖清德不是说他是台独务实的工作者吗？那又要走入白宫，当然外面就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嘛，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些声音来回应。